你站过来点，站过来点，站过来这边来，你们两个都是过来点的，一起练，一起练。哎，你当防守的，你知道防守的，你只要退就好了。没关系，你先不要，你就一步垫一个垫步中段就好了，垫步中段出拳就好，你练习这个就好了。你让他练习反拳踢，你练习垫步中段就可以了。嘿，对对对，按照你攻击的时候，你就一步垫步中段就好了。好，自己抓距离。好，垫步中，你要攻击，你攻击垫步中段，你一个垫步中段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了。